你看我们要打造哈，要全球的操作系统，不仅仅是华为自己的，我们希望开源，让大家的开发者啊，全球的开发者力量一起参与来，打造面向下一代的领先，最全球最领先的面向下一代的啊这种操作系统。我们鸿蒙 OS 啊，比安卓有更强的性能、更高的安全性和更强大的这种分布式的能力和面向未来的全场景能力。啊，这是代表面向未来的智能操作系统。未来啊，这个我们在 PC、在平板、在各种领域啊，我们可能都可以啊，拥有我们自己更强大的操作系统。